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复活邪神》啊，Universe，然后是国际服的，啊，一样放那个国际版未来视角色列表与评价，它里面那个 Google 试算表连结有奖池的角色整理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的评价是香度啊，哦，我没有仔细看啊，这次可能是卖外观的吧。然后来看一下公告，限定风格哦，爱莲还有吸血鬼熟女，那另外两个就 S 跟 A 的，然后好像有魔改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改了什么他那整理的有没有写改了什么？哦，只有爱莲有改哦。好吧，那个吸血鬼熟女没改哦。爱莲的招式跟日服的不太一样。好，就不仔细看了，我应该不会抽吧。跳一下哦。我没有看公告就点进来了。我去把公告看完，看完讲时直接跳进来。我音乐又关掉。限定风格再登场。哇，现在都改成要付费的。希洛瓦、最终皇帝跟人偶科贝利亚，现在都要付费的。还是我一天一次什么？折扣超完哦。有一个副科池。然后这次的活动，起始之岛的贤者可以拿到这个史莱姆，他应该是叫史莱姆没错吧？一样过关卡打东西吗？黄金巴姆，不是史莱姆，好哦。那番茄汁可以换 S 装饰品，还有乌鲁皮娜的外观。然后什么涟漪贝壳要阿戳哈德才会掉，啊，这只是可以换出来的，不是史莱姆，黄金巴姆，它有的角色掉落量增加，关卡3倍都一样嘛，好吧，应该就这样吧，然后这是什么？可以兑换是吧？兑换锁，这个不是兑换锁。限定任务有碎片跟奖励，可是限定任务是左边的那个，兑换锁是兑换锁。登录也有送东西，然后抽奖馆，这是什么我忘记了，反正打关卡会掉抽奖箱。然后去抽东西哦，还有什么黄金 box？为什么是在活动结束后啊？你这活动我忘记了，应该不太重要啊。赚2000，限定时间掉落15到26号。那我是不是应该打一打再去抽，还是意思意思抽一下？我忘记这箱有什么了，应该忘记就不太重要，对不对？哦，反正有箱子，想抽的时候就去抽。然后之前开过的活动《海之主的女儿与人鱼》要再度开放，没有，什么玩的时候没有打过的可以去打。S 的角色装饰品，这个之前有开过了，到29号，
我之前的活动打完了没？好像也还没。然后金币兑换所开放，兑换金币箱。诶，我上次是在哪边看的？哦，忘记了。然后就是之前的，好像是这个吧。最下面，他可不可以把它移到上面啊？这些东西我都不会买啊。好，在这边。999,999,999，差不多10,000,000啊！金币箱，那这个还可以去兑换所把它换出来。现在应该没有开放买的东西吧？之后会开放，每个月可以买一次，还是已经开了？没有，只能把钱换回来。好，国际服的还没开。然后看一下关卡吗？好，我先看这个啊，复刻的活动。那它一样有新的东西可以换啊。这个是之前没换完的，也没有留很多啊。那剩下我看我要不要刷？这个的我好像也还没换完呢。我这个好像有换，这个我换完了，换完了吗？还没。好，不知道换不换得完。然后这次的活动，起始之岛的贤者，那一样我破完了，要阿刷哈德才会掉那个什么涟漪贝壳，我这都跟公告一样。那有角色限定，角色会丢多掉东西，追加，然后外观我自己换就好了吧。黄金八姆，我看可不可以换出来，250刚刚好，可以把角色换出来，剩下的就是升级用的。然后金色碎片应该很难把角色换出来啊。但我玩到现在好像没有换出来的吧，印象中没有。好，那剩下我收台慢慢换，这样我把它换起来吧，哈哈，不够，差一个。好，这边应该这样吧。然后抽奖箱我随便抽一下吗？必定获得2000钻。所以大奖就是2000钻嘛。我用这个票去打。啊，我想起来了。打完还要去开箱子。那我随便打一下，剩下收台弄的。这只龙虾好像是会掉落东西的，所以我想把它放进来。应该是吧，啊，忘记了。一气抽奖25颗，太少了吧。然后这个箱子打开好像有机会会有金色的，我记得是这样啊，不然没有记错。这边开，哦，奖品有这些，他2000钻呢，又39个 A 的，39个吗？38个，然后这个打开有这些东西，所以我收入2000钻呢，还是我搞错他的意思了？然后又有5个，又继续开，箱子里面套箱子就对了，好，又有2个，我黄金箱子欸，还是要之后才能开。好，不管了，先把角色换出来。为什么我那么多碎片？打关卡好像会掉。哦，黄金八姆不是史莱姆。
哇，然后这个故事模式我另外再录好了。黄金八姆无血迹双属性单体 3S 攻击，3S 单体攻击，这只好像是这只吗？我不确定是不是，反正这个有一个外观，外观吗？有一个风格很好用，不知道在哪里有看到过。好，然后看一下讲师啊。等等，这个每次都忘记，记得换一换，快结束了，7月21。好，召唤，随便看一下，去看那个 Google 表单的比较详细一点，整理的我觉得超好的，只是这次评价不知道为什么用香度啊，可能对他来讲非抽不可这样，我看起来我就觉得还好耶。好，就外观很漂亮的角色。可是这次不是拿针筒的那一只啊。还是那是另外一个。然后爱莲。他招式有魔改过我。但是我看上去也觉得还好而已啊。也是一个外观角，然后 S 的 S 还要看吗？随便扫一下，这样会不会对 S 太不尊重 ？A 的不扫了，真的不尊重。好，那就这次的奖池啊，两只 SS， 一只 S， 一只 A 的。好像很久没有出 A 角色在奖池里面了。那这个是副科池哦，这三只应该都之前出过，我都没抽，那这个要付费的，那就不想抽了，不抽了，那这个也是要付费的，这池是最终皇帝，好像是上次的吧，我忘记了，上次好像是这个耶。那这池是什么时候多出来的？还是我漏掉了？我偷看一下。7月8号，应该是上次的、啊。这怎么都是香度啊？好像有看过了，看完没多久就忘记。然后这个，这个票券是没了还是？应该是没了。这个也不够，螺旋回廊20号，那好像剩这个可以抽哦，好，应该抽完就收台啊，那是去另外找时间再录哦。还是艾伯特吧，
哦，没了。那应该就这样吧。每日的抽了，好吧，有喜欢的角色自己抽。那就这样先收台啦。